你说零零七这毫无状态的样子，能行吗？怎么不能行了？他这样，还不知道咱能不能活下来？能。我在天堂。哼。行动代号：苍鹰。行动内容：营救一名被绑架的 VIP， 目的地。 1024地区恐怖分子秘密据点，位于边境内300米，预计还有3分钟到达迹象区。我要带着你们这群笨蛋穿越15公里的山地丛林，然后发起突袭。我希望你们在林子里不要像熊一样的东撞西撞发出声响，否则的话，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 还需要我再说下去吗？不用，佩服。007，你到底是人脑啊，还是电脑啊？人脑。人脑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？飞狼只说过一次啊。我能记住，因为我是人脑。你记不住，因为你是什么？猪脑。 零零七，1分钟准备。收到。1分钟准备。1分钟准备。 目标锁定。